Leonardo da Vinci was not a god. Even he might not have expected his name to cause quite a stir in China almost 500 years after his death. On July 10th, a Chinese high-end furniture brand named Da Vinci was exposed as a fraud. It marked its products as being foreign-made, but quality issues suggested the company was lying. In the weeks following, the public bashed Da Vinci for its lack of integrity and asked for compensation. The case put Da Vinci from the altar, but the original controversy sparked more than just unhappiness about the company's furniture. Da Vinci's furniture was made in China, but was sent abroad and then sent back to receive the designation of an imported good. The company's motive was simple. It could increase profits on goods marketed as imports. But one in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scandal was a trend toward xenomania among Chinese people. They became similarly obsessed with good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The furniture industry is not the only one plagued with fraud and dishonesty. On July 24th, Atchison Ramen, a China-based fast food chain selling Japanese ramen noodle and soup dishes, confessed its soup was made with concentrate rather than being brewed, as it claimed in its advertisements. So why are Chinese people keen on foreign products? How do domestic brands regain the public's confidence? In what directions are domestic brands heading? Digest China host Feng Xin invites Shu Guohua into the studio. Shu Guohua is the director of the liquid market for China National Cereals, Oils and Foodstuffs Corporation. He's a planning expert in brand communication.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达芬奇家具还有包括味千拉面这一系列事件，您觉得他们共同反映了一个什么现象？其实我们可以透射出三个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人，就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他大量去追捧就是我们所谓的洋品牌啊？那么第二呢，我们要看造成消费者去追捧洋品牌背后的这个有哪些因素在推波助澜，我就要考虑第二个。那么第三，就作为企业本身，那么我们发现这所谓的洋品牌里面有大量的是伪洋品牌。当消费者得知真相之后，我们感到非常愤怒。那么我发现在这个事件里面，企业到底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那你刚才说的这个伪洋品牌怎么样定义它呢？我们所谓的伪洋品牌呢，就是事实上是它并非是这个在这个国外，比如说法国或者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经过长时间的品牌积淀，而是只是在这个国家注册了一个牌子，然后在中国进行生产啊，或者是在中国进行这个包装速成的这种品牌。像刚才您讲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思考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大家会这么追捧洋货？那么我自己想起两句话，说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就好像我们对外国的一种崇拜不是一天两天了。没错，你觉得这个里面有什么这个根深蒂固的原因吗？第一呢，我觉得是咱们民族的自信的这个修复还没有达到位。其实中国崇拜洋品牌，准确的讲，这个转折点应该是从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中国之后，我们中国的这个民族自信是受到极大的重创。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现在崇尚的这所谓的洋品牌，大量我们都崇尚当年的八国联军就是中国的一牌子，对吧？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等。第二个，其实我说造成今天这个状况，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我们整个文化塑造，我们目前这个脊梁是不直的，那就通过我们中国的电影，我们中国的电视剧。我们输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你看，举个例子啊，我们输出什么？嗯，我们输出的是红高粱，我们输出的都是这个藏龙卧虎。外国人看到中国看到什么？看的都是阴谋，看的都是落后。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民族自尊心的问题，民族自信心的问题，然后文化输出的问题，文化输出问题。但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说，在我们消费者选择商品的过程中，消费者很多时候考虑的一个质量的问题。好，所以这个问题就要回到第三个问题了，就是我们现在大量的企业诚信缺失问题，企业家背后的诚信精神，有很多人就是这种商业是缺乏了诚信做基础，我觉得造成了我们大家现在大量
每天吃任何的东西是没有极度安全感，对吧？比如说你早上吃早餐，你会担心早餐里面有没有什么添加剂，你喝牛奶你会担心里面有没有三聚氰胺，对吧？我们吃这个，你要吃鸭蛋有没有担心有苏丹红，你如果中午吃饭你担心有没有地沟油，甚至晚上你如果你说我要睡觉有没有担心盖到黑心棉，对吧？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有一些不讲良心的一些企业家啊，甚至这个叫做老板嘛，企业老板造成。那么其实有相当多这个非常注意产品质量的这个企业也在努力奋斗，但是由于我们这样讲，就是一颗耗子屎搞回了一锅汤。那么由于这大量的不讲诚信的这些企业生产一些非常不合格的产品，造成消费者的极度恐慌，于是我们现在就对于国产品牌的信任感的极度缺乏。我还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国外的品牌在国外算是比较普通大众的品牌，但是一来国内就立刻火了，对，然后被大家立马追捧为高端品牌，或者是甚至奢侈品牌，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消费者也有这种心理，因为第一，我们信息是不对称的，啊，信息不对称。怎么不对称？你并不了解这个品牌在国外，就是没有去国外生活过的人，你并不了解这个品牌在国外到底具体如何，直到是国外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强大的国家品牌背书，我们就误认为这个产品就很强大，这是第一个因素啊。就是消费者有这个需求，我会认为消费洋品牌，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有面子。第二个方面的推动呢，就是企业迎合这种心理，他把这外在的50分传播和这个塑造的非常好，那么消费者就花高价钱去买。那么您能不能说一说，就这些洋品牌在中国，它都运用了哪些手段或者策略来在中国这么火，来吸引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呢？其实造成的因素呢，我觉得既有国外的品牌的因素，也有中国的这个相当多企业的因素。我就举葡萄酒这个例子，我们现在大家都认为喝酒葡萄酒最好是法国产的，其实以前并不这么认为。这个因素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负责任告诉大家，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某几个葡萄酒企业长期不懈的这种坚持宣传，导致我们现在误认为国外的品牌更好。那么有一个逻辑是这样，就是说大家觉得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那么我出了这么高的价钱，我买到的这个好货的几率必定是会高一些的，不一定说我买到100%是真货，是高质量的货，但是肯定几率是要高一些的。但是恰恰是因为这样的逻辑给大家这次一次很大的重创，是因为我消费者认为我花了这么多的钱，我仍然没有买到质量过硬的产品。其实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普遍一个心理啊，就是首先中国人会认为，就是你刚才讲到高价的是认为高质量的等于高价值的，在营销里面呢也讲究一条叫价位决定地位，消费者们认为我买的贵的那么就是非常好的，对吧？那么达芬奇这个爆出内幕之后，消费者会认为上当受骗了，那么他这个只是我们说只能称为一个小的概率，就是什么小的概率，就是这种不讲诚信的企业被捕捉到又被暴露出来。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啊？我们现在大量的只看到的是被曝光出来全是一些质量不好的，而我们大量一些产品质量相对不错的产品营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营销品牌恰恰做的不行，比如说价值表达它没有提供出来，产品设计感又不强，对吧？差异化又没有给消费者提供出来，虽然空有质量。因为我们来看，其实任何一个产品它要做好，我们假如说这个品牌是100分，它这100分是有两个部分来构成。第一个部分，产品外在的包装，就我们刚说的产品外在的设计概念加你的差异，这个外在是50分。那么还有另外50分是产品内在的质量，50分，这两个50分加起来才是100分。只注意宣传概念而不注意产品内在，产品这50分的品牌很快就会红起来，但是呢它很快就倒下去，像泡沫一样。泡沫一样。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呢，它就是非常注意产品质量，但是反过来你来看，它的产品外在的设计不够，它的产品概念表达不够，差异表达的不够，那么这样的产品呢，它做不大，它会有一部分消费者会追捧的，但做不大。所以我们现在中国缺的是把这两个五十分都做好的企业，尤其是我觉得我们非常痛心是第二个部分，就产品质量非常好的企业并没有把品牌营销做起来，太多了。等于说中国的企业要想建的成功，两个五十分必须同时抓，必须同时抓，必须同时抓的。正是因为国内一个非常普通的品牌到了国内可以成为强势品牌，其实这就给了我们中国企业家一个最大的启示。什么启示？品牌，就中国的普通的产品是可以塑造成为强势品牌的，这是给了我们中国最大的启示在这儿。你比如说没有哪个牌子在全球可以整齐划一，比如说我们看中国，我们国内这个市场也可以看得到，对吧？中国国内市场，你不要你在山东卖得好，不一定你在北京卖得好。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中国这个企业家自己起到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这个是不是一种恶性循环？